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就叫做人，这个就叫做气势。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，你永远不会成功。麻烦你自己想想，你出回去做事，做完事才回来找我。好啊， OK。Hello, Man Cup 的朋友大家好。李伟雄阿陈。好吧。总之大家都好。其实我都没有金句。只不过是随便去随口噏的嘢嚟嘅啫，希望那个自己讲的说话可以令到人哋思考啦，又对佢的人生啊有帮助啦，呢个是经验嚟嘅啫。其实我一路讲紧一啲系经验的说话，用我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去分享。分享緊一個人生的歷程，而呢個歷程裏邊咧，會有唔同嘅甜酸苦辣，有唔同嘅開心嘅時間，亦都有唔同失望嘅時間。咁但係無論點樣都好，呢個係一個過程。呢個過程裏邊咧，係就係 life。千祈唔好唔開心啊，因為这个世界没有困难的事，只有一样东西，困难是在你自己里。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，我天下无敌，我什么都可以，我可以搞定所有的，我可以一次过做所有的东西的。这个是呃你的，必须要一步一步。当你一步完成一个工作，你会提升了你自己的能力，你会完成第二个工作。当你完成了第三个工作，你更加会上升。当你完全可以上升到的时间，你会拥有很多很多东西，因为你的能力已经比人强。当你愿意付出的时间，你的收获将会很大很大。如果你只是埋怨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永世你都埋不到。所以为什么说那么多东西呢？说那么多东西就是说，重要的一样东西靠自己。